We don't talk anymore. Time's running up. Tick tock. I don't settle mine. Only a threat of life. Do you believe in karma? Let's live it up like samsara.就到这吧，好累啊。管控月还有多长时间？我喜欢你这个，喜欢的就可以点一下关注，一会儿带到你我的直播间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我的直播间。不要在这问了，我看不见。谢谢素的小礼物，谢谢素的小礼物。我应该快到时间了吧，应该快了吧。对呀，可以看992也找场控啊。你们既然这么多说话，你们就可以当个场控用了。谢谢苏的小礼物。那个我今天穿的衣服45下，可以，我一直45下呀，还有这么长时间。
费多长时间？唱的，哈哈哈哈！你们想看什么舞蹈啊？你们可以点一下，你们可以点一下舞蹈啊。跳白狐不合适吧？因为992里面不允许一字马的，一字马是要 B 类的。谢谢你漂亮可爱，有性感的衣服吗？有啊，来得及换衣服吗？场控可以来得及换衣服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还有十分钟，那我给大家跳舞吧，好不好？再给大家跳一个，去下一个吧。哦，好的。接下来跳什么？大家有点子吗？接下来跳个爵士吧。
点下麦。我不是你们喜欢的风格，不代表别人不是你们喜欢的风格。拖拉机，拖拉机，我跳不了那么野的。你要是让我跳一个比较温柔点的、可爱点的还可以。你们想看一下什么样的？除了拖拉机类型的都可以，因为我跳不了那种类型的。小野吗？初恋我喜欢，谁是你初恋？我可不是你的初恋。要热死了。弯流点的吧。今天哥有没有关注我？记得点一下关注。对啊，主播太累了，我里面的饭呀都流到肚脐眼了。不找一个啊，你们跳西哥哥了，都是老歌。不跳了，不跳了，快到时间了吧。
我能不能揉一下我的胸？我揉我的胸干嘛？我本来就没有胸，我揉胸干嘛？你们哪看见我有胸了，我就揉胸。我怕把胸揉大了，买个内衣那么大不得花钱？你们看呀，点关注了吗？就给你看。马上就到时间了，我试一下，你们大家不要走啊，我的胸小，后面的主播的胸大，你们可以。